怒气真系好怒气啊！爆粗片疯传，网友赞好流利，警讯与神话。不嬲话 M K 杯噶啦，人哋点样睇我形象，我控制唔到啦。但系即系在于我自身立场就话，我觉得冇去骚扰我身边啲朋友。警讯骗徒希莉妈同几名女性喺街头爆发骂战嘅爆粗片段，今日喺网上疯传，梗系要揾主角希莉还原案件啦。其实嗰晚咧就系我去一个豆花嘅小型选美比赛啦，咁我就做 MC。咁嗰度有啲女仔，其实我一定知边个打边个嘅。呢个 MC 期间咧，其实人哋已经即系出言侮辱我啊，又话我八婆啊，又剩啊，咁我都冇理佢噶啦。咁啊，直至到我完咗个 job， 咁我离开，咁佢话骂司机，跟住然之后，咁我另外我仲会车多一个女仔朋友走，咁佢仲要我个女仔朋友，我话你跟住 Hebe 做咩啊？八婆嚟啊！即系讲呢啲咁嘅说话，咁我先出声话翻佢哋嘅。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哋对赛果不满，或者嗰样嘢，或者觉得可能个比赛唔公平。有人建议希莉可以喺警讯入面扮演黑警或者阿嫂嘅角色，希莉就话：如果有剧本系有咁嘅需要，就先再决定啦呢样嘢。不嬲都话我 M K 妹噶啦，网上面啲人都话，佢系警讯入边 M K 妹，咁其实都系啊。咁但你话我现实当中我系咪戴假面目见人呢？其实我唔系咯，认识嘅我嘅朋友都知道我嘅性格系点样。问到希莉会唔会有更激嘅爆粗片流出啦，佢就话真系俾人偷拍咗都唔知道。不过睇到有网友赞佢粗口流利，我系怒气真系好怒气啊！你试下如果一个识你十年嘅朋友，跟住背叛你，然之后仲企喺人哋对方度，跟住就扮和事佬，我谂你哋都好怒气。意志当头嘅希莉唔止可以扮黑警，仲可以做埋十三妹咯。Facebook 一号 check on， 快啲 hello 啦！